先斩后奏的事情，现在不得不告诉你们了。怎么着？你又惹什么麻烦，捅什么娄子了？倒扛不住了，才想起来说。你等人说完嘛，人还没说，你怎么就知道捅娄子？他可已经好几天没捅娄子了。顶多好几个小时。昨天还有人举报他呢，骑人家送水那小伙子那小三轮给人弄翻了，有没有？哎呀，这回是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儿？嗯，我经过多项的能力测验啊，被本市的军训基地野外生存夏令录取了。嗨，这有什么的呀？不就是一帮孩子住帐篷打打闹闹的吗？本届夏令设在野人出没的神农架自然保护区，是由特种部队资深复员战士带队，那是相当专业，相当刺激。得了吧啊，这玩意儿叫了钱就能去？又错，本次活动是由青少年国防教育基金会举办的。哎，本营员啊，经过综合排名，全市第九，全校第二，多少人想去都去不成呢？哎，不是，这夏令营是免费的？再错，每一个人啊，500元人民币，那是成本啊。听说那一身装备下来就不止这个数。是吗？要真那样的话，机会不错呀。啊，这好事就让你给赶上了，你们同意啦？既然是好事儿，我们干嘛不同意？哎，夏东海，你别忙着答应好不好？这样啊，刘星啊，在你走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只要你不惹麻烦、捅娄子，只要我没有接到一个投诉啊，你就可以去啊，否则就算了。成，100%不犯错误。那行，赶紧吃饭吧。好。我这不揍你怎么还撞我呀你？你把我当靶子呀你？摔死我了，摔死我了！啊，我也够呛啊！哎呦，有你这么骑车的吗？你们家大人呢？啊？赶紧走！你别跑啊！你把我扶起来再跑啊你！哎，大爷，你跑那么快干嘛呀？哎呀，有急事，有急事，有急事。真不像话！哎呦，他妈像！哎呦，老太太！哎呦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给我赶紧起来，怎么了这是？让那俩半大小子给我拿自行车撞的！哎呦，赶紧起来吧你！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在小区骑车这么猛啊他？谁知道？你说这家长怎么教育的这是？小子，你说，您没事吧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赶紧拿起来吧！哎呦，哎呀，呦，这是什么？您这是什么呀？得，啊。这刚买的豆腐成豆腐饼了，我给您拿着。就上那坐会儿去啊，没事吧？小子，一会儿给你家人打一电话啊，让他过来接您来。没事。你说现在这孩子怎么弄啊？你说是啊？你说他撞完了就跑。是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胖婶正找咱们呢。哎，胖婶婶找着咱们呀，咱都进家门了。哎，小雨，幸亏咱跑得快，要是被胖婶抓着可就惨了，再传到咱妈那儿去。哎呀，我那野生夏令营啊，就算吹了。咱们呀？是。哎呦喂！又怎么啦？胖婶正检查地上的车轱辘印呢。不会吧？哎呀，胖婶，你怎么不回家呀？快点回家呀！是啊，这有什么可看的呀？什么可看的呀？喂，有什么可看的呀？对，妈，我回屋写作业去了。回屋写作业。哎，回去干嘛去？你看什么呢？在那儿？我看看窗外的景色。傍晚会不会变天？会不会有风沙？今天天气啊，太脏，很令人懊恼。哎，还懊恼？哎呦！嗨，刘星，你脚怎么了？一瘸一拐的。我崴了，啊，怎么给崴了？就是刚才在外边花园有泥，就给崴着了。妈，我先回去写作业去了啊，今天作业有点微多，您就别打扰我了。崴了。
算白买了。嗨，吃点豆腐。胖婶儿，怎么了？嗨，没事。婆婆呀，让俩人给撞了一跟头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把您摔坏吧？哎呀，没有。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买菜这事儿您甭管。您的腿又不好，上下楼梯，真是以后甭往外乱跑了啊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那生命在于运动，我再摔八个跟头他也没事啊。谁像你啊，整天猫在家里头算计着我给他的生活费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老太太唱的哪出啊？这没事儿，我妈就这样。我婆婆可厉害了，我可不敢惹他。我就是想花1000块钱买个美容卡。哦，他不让。你瞧我这眼角，气人了。是，哎，这女人呢，就是经不住操劳。那你就买个卡呗。现在有几个婆婆能管住儿媳妇的呀？就跟你说啊，我呀，就是那个受气的儿媳妇。是吗？他不但不让我做美容啊，还说我克扣家里买菜的钱。哎，嘀咕什么呢？还不回家去？妈，我没事，我没嘀咕什么，什么都没说，是吧，胖婶？哎，对对对，没说。那个，你儿媳妇儿说了，让我帮您啊找着那俩撞您的人。你看你这儿媳妇多孝顺呀。是吗？是。行，胖婶，哎，那就麻烦你了啊。等找着人呢，我让他赔我这个豆腐钱。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赶紧回去歇着吧，您。哎，回去吧，回去。哟，妈，您这豆腐都成什么样了？还要啊？那小葱拌豆腐不得弄碎了啊？搁在嘴里头，你不得嚼碎了啊？是的，是的。慢走，您。哎，那走了，回见了啊，胖婶。您歇着吧，啊，歇着，胖婶啊，没事，哎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，都来看看，谁对这事儿有印象，可以作为目击证人到我这来举报啊！再看看啊！邻居们都出来看看啊，看看谁对这事儿有印象。胖婶，您这忙什么呢？哎呦，下班了啊！刚下班，你肯定不知道，没你事儿。今天下午有个别青少年在小区花园骑车，撞倒了一个老人。本小区管理委员会再次重申，在小区花园内禁止骑车，并欢迎目击者积极举报撞倒老人的肇事者，以便我们对这一不文明行为予以重罚。嗯，哎，对了，我忘了写了，举报者有奖，我得添上。哦，还有奖呢？奖什么呀？啊，奖励他在小区存车处免费停放自行车一个月。那还真不错。嗯，哎，胖婶啊，能不能给您提个小小的建议？什么建议啊？你这个寻人启事啊，少写了一项重要内容。重要内容？什么重要内容啊？就是你这上边那个肇事者的基本特征啊，他到底是男的呀，女的呀，年龄多大啊，胖瘦高矮都没写。哎，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我没看见才写这寻人启事呢。看见了，当时我就把他拿下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问问被撞倒的那个老人家，他应该看到了。嗨，那老太太眼神不好，被这么一撞呢，可能也撞懵了。他就说是两个小男孩。哎，我这不是写了吗？青少年。哦，是多大的小男孩啊？他说一个大一点的，一个小一点的，一个瘦一点的，一个胖一点。怎么那么像你们家小雨？是刘星啊。回去问问吧。爸，您老盯着我干嘛呀？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的长相有所变化？是不是有点微帅了？今天上午回家时候，你是不是骑自行车回来了？哟，爸，您问我这干嘛呀？您问我点别的不好吗？比如说，您问问我，您饿不饿呀？觉得这饭菜好不好啊？老吃这些菜不会呀？很烦呀。那我现在就告诉您，很烦。耍什么贫嘴？
什么很慢？很慢甭吃，饿着。还没回答我问题呢啊！下午放学的时候是不是骑自行车回来的？我哎呀，爸，您说这大星期三的大吃饭的，您问这干嘛呀？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啊，嗯，看见胖婶在小区门口贴寻人启事，啊，说是有俩半大小子把小区里一老奶奶给撞伤，撞伤了就跑了，嗯，然后说那个样呢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我就怀疑是不是他们俩干的。嗯，刘星。我下班进家门的时候，看您的脚一拐一拐的，你告诉崴了，这可有点撞人特征啊！啊，没有啊，嗯，我脚没事儿，您看我给您蹦一个，您看您看着啊，哎呀，行行行行行，别蹦了，哎呦，这这么多饭菜呢。小雨，你最乖了，跟爸爸说，是不是你们俩撞的人啊？我哪知道啊，我又没骑车，他撞没撞人我又不知道。那你知道啊，你不是一直在他后面吗？他要撞人你能看不见？真跟我没关系，要不您就直接问他。嘿，小雨，你现在怎么学得越来越滑头了？怎么从你嘴里一句真话都问不出来了？哎呀，真烦，你一坐下你就开始冤枉人，还吃饭呢，连筷子都没拿起来呢，令人懊恼。什么意思你？令人懊恼。哎，是吗？夏东海，你看看你，你没事你干嘛呀？你给孩子委屈了。我也没说就是他们呀，这不是怀疑吗？问问都不成了，这都惯成什么样了这？行吧，先叫他们吃饭。这寻人启事啊，没白提，这不目击证人找着了。哦，是朵朵呀，啊，嗯，你看见是谁了吗？嗯，我看见了，是刘星跟夏雨骑自行车把那老奶奶给撞倒的。你看，我已经核实了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都对，可以认定了。知道，朵朵，叔叔谢谢你啊！如果叔叔查明是他们俩做的，一定不包庇纵容，嗯，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，嗯，给受害者一个交代。嗯，好，那叔叔我先走了，哎，放学再见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你，朵朵啊！谢谢朵朵啊，慢点啊，有时间常来叔叔这玩。你看啊，来，胖婶坐坐坐，咱们先坐。这俩孩子，你说，刘星、小雨，出来。胖婶，谁让你们俩坐下了？起来。刘星，夏雨，你们俩做了错事，怎么不敢承认就跑了呀？我这那个我那自行车吧，刹车坏了，本来我都躲开那奶奶了，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把一歪就撞上那奶奶了。我为了躲奶奶，我这腿还磕伤了呢，可疼可疼了。他那破车呀，睡觉的时候啊，还砸了我一下，可疼可疼呢。嗯，你说你那辆破车，我车怎么了？哎，你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在这斗什么贫嘴呢？啊，还可疼可疼了啊？你怎么不想想老奶奶被撞了腿疼不疼啊？还有你小雨，知情不报，你这是包庇，知道吗？怎么办啊？那我以后再也不骑自行车了，还不成吗？还以后，先甭说以后的事啊，先说这回，撞了人不说，还不敢出来承认，害得胖婶满小区里贴这个寻人启事，又找了证人才把你们俩从咱们家给挖出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叫典型的肇事逃逸。那还有那么严重吗？那肇事逃逸说的不都是机动车的司机吗？我这是骑自行车。自行车叫什么？叫非机动车，性质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怎么办？怎么？哎，其实当时啊，你们俩把老太太扶起来，再给老太太道个歉，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？谢谢您，那我下回就照您那样干。忘了呀，我一定会提醒他的。还敢有下回？哎，胖婶，那个老人家撞得不厉害吧？应该没什么大事儿。哦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？一会儿啊，我就叫上刘梅，带着这俩倒霉孩子，先去老人家里头登门道个歉，求得人的谅解，然后再等候处理，行吗？哎呦，这可太好了。那老太太姓张，
在咱们小区 B 座。哦，我知道，就在前面。那你们先去吧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我先回去了。对不住，胖婶啊。没事没事，麻烦你。孩子淘气嘛。对。对了，一会儿去的时候别忘了买块豆腐给老太太带去。买豆腐？啊。老人家不会把牙都撞掉了吧？这不是老太太摔一大跟头吗？买那豆腐坐屁股底下了。哎呦，都成豆饼了。哦，行，别忘了啊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再见。哎，好嘞，再见，胖婶啊。爸，咱去嘛，多不好意思。你觉得这样很不好意思吗？你不觉得做了错事儿不敢站出来承认错误，然后还逃跑，这样很不好意思吗？这样很不够男子汉吗？嗯，刘星刘星，你别怕，我陪你去。哎，凭什么我去？明明是你撞的。对我。停，行了行了。别在这斗贫嘴了啊！你们俩都得去，一个都不能少，还这个去那个去。梅梅，梅梅。唉，真倒霉。你好像不应该叫刘星。那我叫什么？你就是一个三星、丧门星。我也跟你一起来。哎呀，老奶奶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道歉。这又不是我撞的，凭什么让我道歉啊？老天保佑啊，老奶奶的脚肿得千万千万别想面包。我捅的这个篓子千万千万别太大。夏玲，千万千万别跑汤啊！爸，都在呢。哎，小雨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准备睡觉？去去去，洗脸刷牙，准备睡觉啊！行，就知道玩。小霞，这个道歉的感觉如何呀？哎呀，道歉之前有点紧张，道完歉以后就更紧张了，就不紧张了。就是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道歉以前，心里不踏实，所以紧张啊。道完了歉，心里就踏实了，所以不紧张了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每个人啊都难免犯错啊，犯了错不怕，你要勇于承担责任，犯了错就改，这就是男子汉啊。犯了错不敢承担责任，一犯错掉头就跑，那多让人瞧不起啊！哎呦，爸，有那么严重吗？这么点小事儿就上升到责任这种高度，有点太夸张了吧？一点都不夸张，这当然是责任心的问题了，啊，这件事儿是不大，关键就是这么点小事儿你都不敢承担责任，害怕去承认错误，等你长大了怎么办啊？如果遇到别的事儿怎么办？都跑，还号称咱们家第二条男子汉呢？这点事儿。学孙悟空一跟头十万八千里啊，那倒也是。要想成为男子汉，就得敢做敢当。谁呀、啊？哟，来来来，请进，您好您好。哎，刘星，小雨，快快快出来，人家来了。来啊，来，请坐吧。我就不坐啊。你看看这个。哟，这治疗费、诊断费，500块呢！医生说了啊，老太太的脚可是软组织挫伤啊，肌肉拉伤啊，韧带扭伤，导致身心受伤。不打篮球哪来那么多伤、啊？你看，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？是，那我还讹你们不成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老太太那哭得眼泪汪汪的，多可怜呐！是是，再者说了，她70多岁了，她打什么篮球啊？是，你妈能打篮球吗？啊，嗨，您甭说，我还真能打两下。刘星，怎么这样？你给人家撞了，你看这不是那么多废话。行，那这样也甭说了，正好。行，500，500，正好，您点点啊，这500块钱啊。哎呀，那谢谢啊！
好像我不该说谢谢。您看，是我们谢谢您，是哎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还得帮着照顾一下老人家。是是是，谢谢您了啊！你们家真通情达理。没事，我就走了啊。那行，坐会儿吧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再见啊。走了，好了，行行。哎，有事我再来。还有事再来，这已经五百了，再来得多少？不是。瞅瞅你惹这娄子啊！你看看，把人撞这么一下就五百块呀！你现在胆儿够大的，你已经敢捅五百块钱以上的娄子了，你。五百块可是都够你半年的零花钱了啊！是。哎呀，得，我给那老奶奶道完歉，我现在再给您道一歉成了吧？您啊，就看在我是您亲儿子的面子上，您就放我一马吧。但是您千万记住那句话，哪句话？钱乃身外之物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。还有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五百块钱根本就不应该咱们花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找他道歉，他知道是我撞的吗？就找我要钱，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应该咱花这钱。想呀想学它，新的时代，新的梦想，新新的模样，快乐积极的自己，每个孩子都想。牵我手，教育起我们不一样，校里校外，一不留神就会把火闯。回到家里，就不能把铃儿一拉长，学习不好，弟妹妹先后进一趟。唠叨的话可以不可以不讲？给我一片自由自在风铃的广场。自己闯的也许会更好，不知不觉就会逃过你的手下。我的妈妈呀，爱你可不可以让我有个黑衣粉却放肆的角落，爸爸放肆的角落，有许许多多梦想和我最爱的旋律了那耳朵。现在一切只是意外，但是情况我是你现在我可不能让我的幸福在你的话把你损坏，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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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，小小奔跑大大书包想要送学堂，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新带着体每个个是想象。唠叨的话可以不可以不讲，给我一片自由自在风铃的广场，让我们自己闯荡也许会更好，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。是谁上我怎么怎么做